Hey, 大家好，我是 Kelly， 我是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纪，我住在 Sarasota 这个美丽的海边城市，这里的 Siesta Beach 是多年被评级为美国最好白沙滩城。 Sarasota 有美国十分学校，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华人来此定居生活工作。 Sarasota 都是著名的美国最好的退休城市。2021和2022全美国统计数据，佛罗里达州是迁入人口最多的州，高性价比房地产投资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州投资者。Hey, 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2号星期六，2023年。今天星期六啊，今天的市场房源跟大家说一下 Market Watch New Listing 866。Price decrease 还是很多啊，752。那么看一下 pending 的也很多，678。今天是周六，所以卖的是407，因为好多的这个 title company 不工作，所以这个数据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涨价的128 ，background market 250 ，expired 336 ，pending 的还是很多 ，pending 的还是很多啊，新房源多，因为今天是周六。也是会有大把的在年底之前一定要卖房的，今天他都要把房蹬出来，在12月份年底之前卖掉，所以价钱是否会合理，是否有人还很贪心在年底之前还要这个价钱蹬得高一些还怎么样。好嘞，我们去看一下市场的情况，看一下 Sarasota 的大概这个样子。 OK， Sarasota 也就这些房啊，这是 Bradenton，然后Sarasota在这儿，哎，Sarasota没有几个房，看见了吗？没有几个房，对吧？那么这个 Venice 也没有多少房，所以啊，快到年底了，而且今天周六一般登出来要在周四，那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三天的情况。今天查了一些房呢，那个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个房是前几天看的，这个房也挺独特的，小院子是这样的，它这个房也不错的位置在 Venice 那边。然后这个房的是这样的情况，这个呢是今天看的 Taylor Morrison 的房，1373平方英尺，三个卧室，一个半卫生间，一个 car garage， 它要价419,000，是在这个 Venice Nokomis 那边。这个房也是挺好的，因为这个距离这个海边还是比较近的。这个啊，大家有兴趣的话，这个价钱也是不错的，因为在市中心的这边。就是在 US 41的这边，好多的小区挺漂亮的，都是在 I-75 的东边，离市中心比较远。这个呢是刚才介绍那个房呢，它是32.5万，刚登上来的 single family home， 没有物业费。然后这小房 investment opportunity knocks。然后这个是这个房呢是279,000，这个也挺便宜，它是一个 condo。今天和大家介绍这个啊，它的面积是1120平方，它这个房也不错，因为是82年的，还算新一点吧。它这个房不错，我给截图下来了。然后呢，它这个的屋内的有一个湖景，所以这个呢就是没有 privacy， 后边没邻居。这是新房，23年建的啊 ，Taylor Morrison 的 condo town home， 楼下有一个车库。这是 Taylor， 现在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三天的情况啊。这三天的市场房源的情况是这样的 ，OK， 它这个 new listing 也很多，降价的也很多啊。年底了，另外现在利率非常高，卖掉的啊也很多，然后 pending 的也很多，所以现在交投还是很活跃，但是降价的很多，看见了吗？5707三天的啊，包括周四和周五，今天是周六。然后5714降价的，所以那些卖方要不断的降价，在年底之前才能卖出去。然后攀顶的很多很多。那么我们去来看一下三天的房源的情况 ，OK，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，重点的才给大家列下图，让大家注意一下那些房什么样的，多少钱。这个呢也从 Venice 看过来，大家简单看一下啊，这200多万房、300多万房都是在海边的啊。海边的房一直这个值钱，319,000，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啊，在海边的 condo OK， 可以去 beach， 在 Venice，
所以这个房，如果你在 Sarasota 买不起，或者价钱太高，你觉得这个价位可以，那么 Venice 呢？你可以买一个30多万的房，OK，condominium one bedroom one bath，物业费比较高啊，一个月1266，364平方英尺，太小了是吧？就这样的房，看见了吗？来度假的房，度假的房啊，干干净净，可能也是短租房。这个呢，和大家分享一下。这3天内的房啊，90多万，33万5，这个房算便宜吧？两卧室俩卫生间，这是 villa 好像是的，33万5就是 villa 的价钱。OK，这个便宜啊，225的物业费，这个算便宜的吧？有个湖景，有个 lanai，这个 lanai area 搞得不错啊。这样的房来这儿退休度个假，33万5也挺好啊，物业费少，225，便宜的物业费。今天周六，而且都快过节了，27万9有一个，这是刚才和大家说的那个啊，物业费比较贵，500多，22万4，这是两个卧室一个卫生间，一般都愿意要两个卧室两个卫生间，这是26万5的，这个是 condo，有一个 car garage，这也便宜啊，26万5。455的物业费，这个便宜啊，朋友们。Golf Green，这个算便宜，朋友们，这个算便宜啊，确实便宜。看一下它照片，一个 car garage，还是那个 roof 啊，它是那什么 roof，是那个 tile roof。哦，它这个灯这么高的啊，有洗衣机、烘干机，in unit，厨房是这样的。哦，它这个 shower 是这么弄的，太小了是吧？它这个卧室，它这沙发怎么回事？这个腿怎么这样的呢？它这个 shutter blind 是个那个什么窗户啊，这也挺好。小区有游泳池，主要是它有个车库啊，这车库值钱，游泳池 OK，这挺好。这个啊，强烈推荐朋友们，我现在有 buyer 要买这样的房，26万5便宜，但是它有车库，96年的比较新，三个卧室两卫生间啊，1360平方英尺，它的位置在这儿，它的位置在这儿啊，这是 Nokomis，然后去 beach，这 Nokomis 有 beach 啊，就在这儿，所以在75的。西边，这也是一个物业小区，看见吗？游泳池在这儿，网球场，还能打 pickleball court。小区干干净净，这么一块小区是吧？挺好的吧？哎，好的，强烈推荐这个房，强烈推荐啊！这个真的便宜了，35,000，你可以有一个放床的地方啊。这个便宜，在 Osprey，在这儿真的便宜。因为在 Sarasota 那边是65万5啊，去年，所以谁要想玩船，有个停船的位置啊，就这样的位置，一个船位，纯船啊，是这样一个位置，你能够买35,000，可以洗船的啊，洗船的要不要交钱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个我没用过，它这个地方就是加油的呀，还是干嘛的？好像是加油的，给船加油啊，应该是哈，这是 meter 吧。这个没玩过船，所以这个不太懂。在这儿加油，然后收拾鱼的地方，出海打鱼，对不对？Live bait，大虾是吧？Boat slips available. Osprey Marina and Dry Rack, Dry Rack Storage，卖这个位置啊，看他想怎么读这地方。物业费一个月281，有费用的啊。你买呢？这个位置只是一个停一个船，停多大的呢？A dry boat rack to store your boat，27尺乘以11，再乘以6尺3高度啊，6尺3高度，宽11尺，27尺长。哦，这就像车，
停车的车库，但是它是长度27尺，宽度是11，高度是63，所以这位置还是挺大的啊。然后他说 about 450 a month，这什么玩意儿？Very few options to store a boat on the water, especially out of elements. These can rent for a month for a minimum of about $450 a month. Please call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don't sleep on this great boat wreck. Wreckomania and opportunity take the stress out of boating today. 这是一个机会啊！你35,000一个月给你出租的费用是450块钱，然后你租了多少年之后，你这个买的位置也是免费的了。然后你不要租吗？一个月租450，你一个月剩多少钱？一个月剩170块钱，大概呀，因为你要交物业费呀，281，然后你一个月能收到450，没多钱赚，但是这个也是赚钱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这个啊，大家看一看，住在海边需要船位置的，买一个这个位置，每个月出海，对不对？你就方便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这边是学区房来的啊，这学校因为在这儿嘛，所以这个学区房100多万，100多万，OK，这是44多万，这个算便宜的啊，这个算便宜的，在学区房附近的啊，97年的房，俩卧室俩卫生间，960的物业费呀。这是高尔夫社区啊，你这个物业费不白交，爱打高尔夫的可以在这里居住，40多万，OK。这儿有个57万的，多大面积？3个卧室，俩卫生间，2012年的房啊，1764平方英尺，这个算便宜了，这比去年便宜347一个月的物业费，去年这儿的房子60多万。这个算便宜的，因为区一个卧室的啊，出租1650，多大面积？759，这儿也有个100多万的房，OK，这个房100多万啊，它的地不太大，哦，将近半亩，它这个地够大的啊，这个地大，后院有个小河沟，这个小区漂亮，对，路过过这个小区漂亮，32万5，这儿有一个房，这个算便宜啊。这就是我今天介绍的，这个便宜，这个房确实便宜啊，884平方英尺，俩卧室，俩卫生间，这算便宜的，47万2，这是 condo，这个不便宜。行，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些吧，啊，几个比较便宜的，这是周末大家都过节，并且最近。发现也好多人不太看房了，大家都在过年是吧？39万5这边的房啊，这都200多万，看见了吗？这边房200多万，看见了吗？280万呢，这个是好区，看这多少钱？100万，147万5，哎，135万，这都是湖景房对吧？不是湖景，你没有湖呢，都100多万的房，看见了吧，朋友们？这个有湖景吧？这个有湖景，135万。所以这片小区是无敌湖景房，OK？它这边的无敌湖景房呢，这个小区的房都比较贵呀、啊，都100多万，3、4万5的房，condo，3、4万9 condo，OK？这都去年都2多万，今年全涨了。condo 的话都涨，低价位的都涨，高价位都跌一跌。3、3万9这个房，OK？这样的，我不觉得它怎么样。就不和大家介绍了啊，45万的房不漂亮，就这样了啊。今天就和大家说这么多，这个有一个120万的房登出来了，在 DeSoto Acres，36万5，这个房是地块0.19，这个房数太多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么多吧。那么还有 Have a nice weekend，Good night，bye。